今天我们得好好的聊一聊。你真没有时间看我们这节目啊？真没，就是我可能偶尔瞄过一眼，但是没有说你们一个瞄过一眼，电视搁屋里蹲在门口看。电视不是你的，嗯，瞄过一眼哈。我们这个节目挺好玩，尤其最近一直搞了一个 PS 大赛，嗯 ，PS 你懂吧？嗯，啊 ，PS 就是把我那脸呢变成不同的形状，看看今天是什么状况。嘿，柳子吧，变。是谁呀？柳子吧，对比一下。我的天哪！人家那么享受，您那么恐慌。哎，少说话。下一个。好，这是唐老鸭的仨侄子。嗯。变。这会是您呢？哎呀，还有我呢，还有我呢。啊，当家得像小影子似的哈。素颜的。哦，真的呀。嗯。素馅的。嗯。我那个最帅了。你那跟猪八戒似的。来对比一下。真好看，下一个，好，哈利波特，真敢说，变，这他们怎么做的？好极了，对比，真好看，嗯，再来，哦，这是哪一个哟？哎，花前月下，嗯，还花前月下，变。比较一下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一个低垂眼睑的，一个深眼的，真好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郭老师。好，收工。好嘞。这是我们的网友叫大头吓死鬼，由他提供的。谁有这方面的好作品，依然欢迎您把它投到这里来。我们会请您到现场和我们的主持、助理以及我们的嘉宾现场互动一下。今天来，我们得聊一聊佟磊的一个新戏，叫做《一向前冲》。这个名儿挺难说的哈，是因为你演这人物叫依依吗？对，那名字叫依依。姓什么呀？姓周。周依依。嗯。一加一啊。等于二。周二。我们今周二就是周一的兄弟。后一天。啊、对。后天。后一天。哦。你知道为什么他对二这么感兴趣吗？他是我们这里的二助理啊，你亲姐姐来了。二姐。谁是二姐呀、啊？别瞎谈亲戚。你看二姐高兴。